桂林时间，香奈儿女士 Portrait de Mademoiselle Chanel， 她的创作者是法国女画家玛丽·洛朗琴。这位女画家如今算不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艺术家，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她曾经是巴黎上流社会的风流人物。这幅画创作于1923年，现在保存在巴黎的橘园美术馆。画中的香奈儿女士给人一种淡淡的忧郁的感觉。当时她已经40岁了，恰好与画家玛丽·洛朗琴同岁。画中传奇的香奈儿女士留着一头短发，她是短发造型的先驱者，她的衣着也秉承着她的简约美的首创风格。这幅画也是玛丽·洛朗琴的典型风格，优美的色调，拉长的体态，精致的女性气息，这为她后来几年带来了巨大的成功。下一集我们继续欣赏玛丽·洛朗琴的另外一幅绘画作品，惠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